上他们上这个颜色，刚刚有讲说最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防晒，一个是防虫。你说他刚，你刚刚说他绑头发用那个木炭粉是比较漂亮啊？木炭粉，你不是红，没有红泥。哦，红泥。我看有一个都是用那木。Is that noise only wash bodies two times? Is that true or not? No, no, they don't dance. No, no, it's how this is bathing. So this is oil? 用那个，然后用油啊。什么样的油？什么油？是的，对，因为难怪他们的肤色那么均匀。It's because of the. No, no, I mean what kind of the oil? Is it from animal or from plants? It's from plants. From plants. Yes. 天然的植物油混合那个铁矿砂，再均匀的抹在身上。那一般辛巴女人他们是不洗澡的。啊，不洗澡。他们在洗的时候只会有洗手跟洗脸而已，其他地方他们要洗他们身上的一些衣物，他们一生是不洗澡的。我这都没留，我穿给的。明家林，他懒得洗澡吗？明家林啊，传统，男的也不洗，男的可以洗，男的可以洗，但女生是不能洗澡。那这些男人现在是都出去工作，他们去放羊，所以他中间那个羊圈里面现在都没有动物，他们全部赶到比较北边食草比较丰富的地方，这边现在目前没有食草。哦，所以都没有男人在。哎，对，去放牧了。大哥没事，大哥没。啊，就是不会烫到。惯习啊，他没有烫到。丢了，先干他嘛，去臭味啊！他们不洗澡啊，他不能洗澡啊，不会臭啊。他们不能洗澡，一生都不能洗澡，他们的传统。那所以就心里就有去香味，去除身体的臭味。一生都不会洗澡。来，给我一把。来。
乖乖。这个粉烧效果就很差了。Oh, oh.